好，好，等等等等，开始有秒数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这里是打勾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人群中间。都是雨呢。谁知道？所以我刚本来往右，后来觉得我算了，我往左好了。我觉得有差呢，就是高度越下雪就越少，现在是已经没雪了。没雪是什么？没有雪啦，现在是纯雨吧。
可以加速啊。是哪边？超级呀、哦！应该是蛮安全的，但是算了。哦，它有路在那。就是进去了。